这一题说啦，出题，这一题一定会演艺圈有关系的，我真的吗 ？OK， 而且是红孩儿、OK 的， okay, 对不对？简单。请问，白云穿上哪一种条纹衣服看起来会比较胖？好像在电鱼哦，我跟你讲，比较看你看旁边那只，你就知道胖不胖啊。为什么？会拉宽。对呀，会拉宽。好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会胖。好，大家的这个刻板印象就是不要穿横条纹的，看起来会显胖，对不对？但是英国的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，找了200位的模特儿，分别让他们穿上横条纹和直条纹的衣服做调查，结果认为横条纹看起来比较瘦。足足比支持直条纹的多了6%。对，所以科学家指出，横条纹穿在身上会让人看起来变高，自然看起来就比较瘦。哦，这样子，对，一般我们都是因为横的嘛，对啊，这样看起来好像整个拉高，所以看起来就比较瘦。所以你看概念转变了。好，再来一题，有没有常去南部？还蛮常去的哦。哎呦，哪里？高雄、屏东。之前拍戏都住在那边，台南啊，高雄、新营啊，所以很熟。在他很熟，这你一定很熟嘛，跟计程车有关系的。建车，高雄那边南部有啊，你不是都会给200家做建车先走吗？好，请出题。请问，下列哪一个地区的计程车起跳价格比较贵？答对了。台南还比较贵哦。台南起跳是85块，是台北。台北跳起跳是70块。好，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？这是因为他们人口数啊，在载人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教科率，我跟他们吵过一次哦。哦，嘿嘿，我算你告他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是因为我说你这样不行，因为台北75块起跳，啊，你为什么？七十啊，对，那你为什么要贵15块？是，对啊，为什么？他就说没啊，就这样就很贵啊。啊！你这样也可以变，好球也可以变哦。对，那这不是好球啦，这讨论呐，讨论哦，讨论，这是讨论，有没有人知道原因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台南会贵？因为台南比较远吧，教客率比较少嘛，对对啊，乘坐率比较低嘛，教客率是一件事情，还有它的服务员比较小一点，小的城市，一下就到了，就是比较没有远途，对，就是很快就到了。对，就很快就到了。好，再次给他们热情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。就是进入更精彩的跑二三的跑二。马上进入我们记忆一比。好，厉害了，八个动作，但很少一个综艺节目。对，只是前面几个单元能够把一个艺人玩得变成这么憔悴。憔悴的高山峰上周可是经历了人生中最倒霉的录影啊，比七小，比 S 大，比四大，比 K 小，比六大，比七小，恭喜啊。连 K 跟 A 都能撞住的高山峰，今天这个单元会持续他的岁运，连累队友吗？哎呦，还有人敢站在高山峰旁边啊，哎呦，他不得不，因为我在第三位啊。刚刚节目一播出，很多人都上网哎，给你封号了，撞柱哥，撞柱哥，对，属于脆衰。上次我们的果冻姐姐，对，杨晨曦，杨晨曦这边他有免跳牌一次，哦，我们要还他一次公道，还他一次公道，好不好？哦，注意了，请出题，8个动作开始。会词怎么学？会词怎么学？我会。你会会词？啊，那你记得学会词。弗拉明戈舞，弗拉明戈舞。Oh my god！ 印度 Michael 怎么样 ？OK。好，这很简单啊，一个人就可以记5个啦。好啦，小来，剩下10秒，这太简单了，对你随便嘛，对不对？你记了3个，倒数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好的，他们用这个次序来记 ，OK 吧？所以他记这边，他记那边。请关门，请作答，开始。Five, four,
four， 明雄加油啊！加油！明雄加油！开始，开始 ，Go！ 加油！有有有，这个也有，有有，再来，哦有，这个好，再来，加油，再比，还有什么？换人了，下一位，换人了，完了完了，好，又又又，哦哦哦哦哦，哎，有，好好好，有有有，这都有，好，也有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再来再来。快过了，快过了！哦，差两个，这个有，这个我知道，有有有，干嘛？哎，嗨嗨，快快快！太开心，可以，有人再来啊！哦，有一个都没有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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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完了有完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 ，baby！ 好，再来再来，还有一个什么？哦，哇，好厉害，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。来，杨晨曦小姐，你可以有一次免跳牌，所以你在后面。对对对对对，有没有过？哦哦，八个而已嘛，这哪有那么衰的？哎，那你免跳牌要这一次用吗？三封，三封，不不，他可以，你就是在后面。不不不，你干嘛？不是，你会认为会有那么衰吗？八个都过不了。对呀，有看到那个？天哪！对不对？各位，听到“够衰”两个字才开，好不好？够棒，脖子好硬，够好吃。不吹，哎呦，够吹！真的好吹啊！为什么？怎么没有梦的？硬啊硬啊硬啊！硬度 Michael， 硬度 Michael 有啊，我有硬啊硬啊，真的 Michael， 我刚刚硬啊硬啊，然后 Michael， 你们没有人模仿硬度 Michael， 所以你们动作一定要做清楚，硬啊硬啊，否则就会有这种哎，好不好？误伤无辜的。对啦，你那个不明确。啊，舒服啊，舒服啊，哈，自己一个人在上面哦。哎呦，注意了，现在挑战九道题目，请出题。叶启田怎么过？叶启田怎么弄？叶启田怎么弄啊？对对对对。啊，还有，哎，还有，走不动，走不动。而且他都拔了，现在叫。尿尿完拉拉链夹到。这不是怎么跳？是这样吗？五连拍，这样吗？对对，这样对啊。这样嘛。呜，钓到大鱼，哦哦哦。哎，性感五连拍，七秒。对吧？我们。性感五连拍，性感。三秒。两秒。一秒。时间到。好的。哇！哇！荧幕怎么变这样？请关门。挑战九道题目，请作答。开始。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. Let's go.有，真标准，再来，哦，要很短，要很短，这几下，这几下，耶，哦哦，碎碎碎，哦，三个呢，对，三个，哦，有了，啊，我真不演这个，真不要这个，快点，哦哟，再来，有，耶，没有了，啊，完了，啊，完了，有了。再来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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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啊，糟了，哎呀哎呀，快，哦好，哦有，剩下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没有了，有快点，时间到，哎好，你最后一个这是什么动作？性感连拍，性感连拍。糟糕了，糟糕了！杨晨曦小姐，你都已经用完了，用完，站到我们中间来，一定要多写注意，万事归啊！讲到性感两个字就开，好，能感，哎呦，没有，性格，性格能感都没有，性感，都在里面才叫，好，我手上拿一个，手上拿一个。还活着吧，还活着吧。刚刚问我叶启田，没有人要做叶启田。真的啊？叶启田啊？对啊，有没有人做叶启田？没有吧？没有。那你们要钓到什么时候？你们要钓到什么时候？今天只要高山凤菜的那一队衰到爆。衰啊！我靠，都打呀！我们先就这样好了，你们上来，我们再补一个镜头，你们掉下来就。不要了。还是要再拼一下，拼一下嘛，对不对？谁不能讲话？你们队友对你提出肯定要拼，没有，不然国贤哥你来替我。哎，因为他们三个很优秀，我不想拖累他们。好 ，OK， 如果你替他然后过关了，我们就知道到底是什么一回事。不要我，那你要先问一下我三个队友啊。等下他是替你，那等下不要了，他抓住他的水手。等下你就跟我们，真假的？不要，不要，对对，不要，不然这样好了。
我贤哥在你旁边，你们两个一组，然后一起掉下去。喂，好会出组。好了，我身为队长，我说句公道话，我们再挑战一次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拼了哦，好不好？不要了，脚痛了啦，脚抽痛，脚抽痛。阿爸，阿爸，英雄，阿弟那不跳，哎，阿弟那不跳，不要那跳，哦，阿龙吧。好了，挑战十格，来，来来来，告诉哎呦，俊哥，哎呦，旁边一点，好危险，不要快掉下去了，没有没有。大哥，不要来，不要来，没有这么衰吧？快掉下去了，壮树哥，不要这样，哎，那个后面开门，小心夹到手。我有这么衰吗？壮树哥，哎呦，衰啊！手断掉，手断掉，跟他握手，来，会这样，怎么会这样？变这样，奇怪，怎么会衰成这样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可能是因为长得像黄晓明，所以遭天谴。没有夸张啦，吃到底，先给你看都没有。不过队友会努力，我们看的都不忍心了啊！注意看，十个动作，记一下，记一下 ，Ready， 哎，挂手，挂手，好，我的，哎哎，今天来，今天来，快点，飞人动作，对对对，飞人动作，又又又又又又又，对对对，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是那样，耶！来来来，掉了，掉了，好，剩下十二秒，加油加油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！我不相信三次都掉下去，请关门。有那么衰吗？请作答，开始。5 4 3 2 1 Go， 开始。Hey! Attention， 哦，这么耍帅，快快快快快！哦哦，两个了，快点快点快！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神经病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加油，杨恒星！加油！对对对，你要自救了。有有有，哎，有有有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刮刮皮毛是不是？不是。好，我们看懂，来，开始，开始，快点啊！这是什么？战龙。哦，哎，快点。做就 OK 啦，做一个。开始。好，有 OK， 有有有，加油加油。还差两个，快点快点。还有什么？还有，你是哎。哎哎，时间到，好，你这个干嘛？拔一毛，好，拔一毛。孙悟空有拔一毛，孙悟空拔毛而已，没有拔一毛。为什么？好，四位，请站到中央位置。对啊，平常有喝过芦笋汁吗？太伤心了，各位，听到果冻两个字，如果是错的话，真的这个是衰位，知道吗？不不不不，是，其实同一队你去到哪里都衰了。哎呦，听到果冻两个字就会开门了。站好，站好，站好。我很难了。果冻。不是，一人记一排有这么难吗？你们三个给我好好反省，还说我是衰神？是哪个老鼠屎？衰神也弄了四个，对不对？结果那个晨曦只弄两个，我三个，我真的，你三个，我有。然后明雄，等一下，明雄比完两个说，嗯，就差。你别太潇洒，你说什么好潇洒？你要记三个动作，你只要记三个动作。好，轮到我们 BT。没过那么烂的。好的，好，这一团应该没有衰人，所以对啊，这个 team 应该比较容易过关。我们是有压力的，怎么说？因为刚才高山峰站过第一跟第三，所以我们这两个位置是有压力。而且我刚刚一站上，我整个脚好麻，对，好软。而且我刚站上来的时候，我刚背肌一阵凉，对对，那个叫衰溃还在。哦，对，衰溃还在。哎，你们好好加油。要不要干脆高山峰你来每一个都摸一下？哎，加油！哎，不要也不要。破浪舞，破浪舞哦！好，四位准备了八个动作，来。哦，好难，哦，好难。弯腰擦屁股，我保三千块屁呀！哪有？弯腰擦屁股，爱的鼓励喊出后黑哦。举臀美屁呀，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牙？举出中指哦。哎，许春美天涯是吗？跳骑马舞，许春美美阿梅姐，梅姐跳骑马，地牙，跳骑马，这个很好，我还有
先到，请关门。够快吧，对不对？这样才会过关嘛。请不要作答，开始。Four, three, 我不要掉下去哦。Two, one， 哦，跳起来，跳舞，加油！有厉害，厉害，会有。哇，好快，就三个嘞。再来。哎，哦，厉害，一个人做完了，哇哇，做完了，很强的，一个人做了一半呢。哎呦，好，干什么？哎，律师两个都是，哎呦，不一样啊！糟糕，有重复了，有重复了，哎，有，好，好，又错了，糟糕，糟糕，啊，有了，糟糕，一样，有了。来，再来，有了，戏来，嗨，啊，有了，戏来，下，来，看清楚，再来，三个都是对的，然后这个啊，哎，对，哦，好厉害，哎呦，陷入恐慌的博翔能够来得及完成动作，解救全 team 吗？张韶涵、黄志伟、李毅对决案发格斗场，好，你先让我们录一次假的，哎，我找到我。赶快啊，家属来排队要看的，赶快哦！最热血的内容下段登场。